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下午三点半咯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了》，我是刘慧珍阿慧珍哈，来到今日廿八日，好空气来报道的单元，同所有听众朋友阿坤下过来关心的是空气的话题哈。头两个六礼拜前哦，一个好莱坞的戏腔名人哦，罗宾威廉斯就被人发现讲，头部卡肚刺杀。听到安尼消息，哦，给大家真的是吓到嘞哈，韩国记者本身天也都按到样面哦，未懂唔判。因讲到了解生物钱啊，系一种因讲同安尼生活当中嘅一种偏执和欺骗。除了讲有钱端出来嘅人以外，其他嘅人哦，应该即因讲嘅运从办嘅啦，吼，即无去钱端啊，七家可能咩无物嘅啲嘢。因见面咧就来同大家来讲到两方面嘅一个问题，即心理方面嘅问题。你下咧啊，先介介来修改吼，安尼啊，精神科嘅医师咯，邱志强邱医师，邱医师好。大家好吼，那迄特别司机店合资咱邱志强邱先吼，根本伊同伴去了俩。好啦，安尼要讲到一个部分啦吼，啊，即讲诶，头先都系提到嘅一个名人哦，即讲戏腔名人吼，即讲真实大家都同认识佮对佮嘅做嘅戏出啊，咩带伴大家动到动到嘅快乐咧。哎呀，时间做起，诶，咩讲到生活当中有动到嘅运从办，即讲大家可能自家本身咩唔止讲哦，自家有安样嘅一种嘅征兆，安样嘅啊问题嘅吼，心理方面嘅一种问题。像安样嘅人哦，佮一般都系带快乐吼，其实。本人吃到嘅，我都会动快乐嘅人。啊，用嘅人哦，系咩嘅平时对自家嘅情绪啊、心情啊，讲因为形象嘅关系，其实要即讲用，唔会表现出来。古时候将会产生啊用嘅一种状况。哦，唔过你啊，其实懂难讲啦吼，因为讲演员嘛吼，其实都会写，其实出，其实伫台面上演咧，然后实际上底下某只天空中啦吼。不过出像那头阵那主持人讲咧讲，其实。对啊，其实情形还有一个问题，其实有些作个，哦，像你如果有用药或那种毒品呢，其实里面一个危险因子，自杀、刺杀的危险因子。哦，古时候自家本身来讲啦，吼，头先提到的药的吼，可能有一种外在的因素，吼，自家本身有用药，也药都是你讲的吼，你讲食吐噶也乜噶，也做系一个动态的危险的因素都也伫摆度。哎，从特别是讲，如果你其实各种的手艺针，啊，唔过其实会讲。其某些款情商，其中做个可能是饮酒啊，含个什么个毒品啊，用几杯吃到讲心情较好，吼，你讲是自己用药了吼，啊，其实你用的都是对用的手这真唔好会风湿。哦，古时候呢，你讲迄讲自家本身可能有一个吃到啦吼，吃到自家有下心情唔好啦，也讲从头啊吼，就。感觉都唔快乐嘅人哦，都自家爱可能，伊讲冇讲想办法啦，吼，做喺前面来留佢听书，一系讲，你来去看一下，有人讲喺神经科门诊，一系讲像啊，邱医师讲嘅，一系讲精神科嘅一个门诊，来去好请医生来听书，安样会较好啲喂，吼，冇讲，自家都影响，嗯，爱来自家想办法，自家食一种咪，讲镇定剂系冇？系，如果你食镇定剂啊，啊，如果你吃到讲，佢衰唔停。啊，其实系手一针，啊，其实饮酒，饮酒之后还好衰，啊，不过像这种的饮酒的人，你其实会恶化手一针，哎。哦，所以讲七家巴都讲，哎呀，他十九岁岁的话还好衰，哦，遐时间个啊用个手一针，就慢慢的可能就会，我喊他查，变到哈严重的喂，哇，还真是懂得很强的哈。古时候，上班还会吃到讲哎，食到会酒啊，还讲哎啊，食人家讲安眠药啊，一条这样衰的的朋友哈，一条部分人七家就会还注意还讲心的喂。好，哎，我哋下来讲，哎，头先讲到哎，爱菜啊，本人吃到讲哎，就会按快乐，哎，哎就会啊。带伴大家快乐，古时候也系按有形象嘅人，其实佢本身冇乜嘅问题嘛。头先提到嘅太提就系、是，可能吼要用药嘅一只部分。再过来，应该台湾来讲，目前诶即老年化嘅情形，相对较严重啦吼。诶，一个老年化来讲哦，即老人家嘅一种人讲受不正嘅问题吼，冲年咩唔会受吼？嘿，冲来几多嘅冲南部啦吼，高雄几多做嘅研究，系讲差唔多吼。他强的吼，忧郁症、弄人家有手术症吼，其实差不多。你这只出这只，啊，他严重的吼，哦，你这只就三只，他严重，你这只就三只嘞，嘿，啊，他严重的，你讲重度忧郁症，哦，你这只就这只，哦，你还调查这张，你也听听哦，吼，你若讲这眼喊阿斗。
调查一张眼，二十三，二十三都有三十嘞，吼，你爱调查一张眼的时间，迄个，因为迄时间内，老去帮从来做调查来讲，可能也该，因为个人数，吼，行下多，哎呀，迄蛮严严哦，因为你讲退休的上班吼，应该爱动快咯，做得去家去安排，就冇像人讲，后生人啊，爱当年味道也该我上班啦，各方面爱去打拼吼，可能爱受动到的问题吼，也系讲工作压力啦、特殊的压力，退休过后，像你做冇压力的张床啊。我老人家情形可能就冇乜个轻松啦吼，老人家就会系讲，记得如偏通吼，久病咩个忧郁症吼，还就会讲。像一个什么身体的问题哈，就是很多个什么心血管疾病，每次都老了，手就真有关系，很如出黑孤单哈，所以很多哦，给很多失去，所以可能讲很多像伢的心伤啊，伢太太高神啊，哦，还可以讲伊本身是黑董事长阿丽，他推他了诶，某某个事情做。好，另外都其实都会造成忧郁的一个危险因子。故说呢，吼，虽然讲你讲退休下来呀，吼，也都时间变多嘞，好，时间变多嘞，你真是爱去家好好去安排，因为本单就想头先讲，哎，你可能是一间公司的副经理呀，迄个除脱一间公司的副经理，可能还要有更多的事情爱做，也好点点的吼，哎。退休嘞，某个事情都冇做的时间，冇做好规划，也就是其中之一的问题。再个内容吼，都听伊就是年老嘞，哦，延伸来讲，器官各方面就退化嘞，退化嘞，当然就可能身体就唔调和，就会有唔爽爽的感觉，也都造成会引起一个老年受不正的问题嘞，吼。也一三年来讲，上班下就讲，好本来要拍咩，吼，一下一下。无法吐吼，即讲因为很多的因素咩，像一时节啦吼，应该老人家的一扎，即讲其实个身体啊，也讲心理方面的调整都当重要，系爱去家去调整，也系使用原来老去听书。哦，你咧看情形啦吼，日本当然讲老人家如手日真的时节，其实系讲。譬如讲头先讲多诶嘛吼，然后身体可能有关系啊，啊身体可能出来讲，起码会调适到一般的状况，所以讲有偏到一宽呐，我莫再甲青菜色都好，吼啊像其他出来种磨盘啊，含黑讲各种诶，伊诶太太啊，含黑讲伊爱欣赏高神啊，伊可能如果演出。很活泼，这个会去参加动多活动啊，老人家的活动啊，沙滩发通嘛，老人家嘛个旅游发通啦，哈，动多的团体做得去参加，哈，七个迄讲做得去安排的时间，也都当好，迄讲做唔得安排的时间，因无下生意呢，也讲因什么当中有安样的朋友，就当去带出来，向下出去了，就容易培养的较好啊，然后做一些活动，然后运动了哈，运动被动冲到了哈，运动其实多晒太阳哈，运动。那边做对预防那种的手的针啊哈，啊像头先讲的讲，哎出去啊像老人家的研究会发现讲，伊如去那种的教会啊，去拜拜啊，你都就宗教活动其实系较好的啦。嗯哼，哦最重头像人讲教会啦，也讲宗教的也解法通吼，也都啊做亲都系做对本个心灵吼，有一阵人讲肉病啦哈，啊样呢啊对七家来讲咧吼，只合唔会吼有一个受不正嘅一阵问题出来，也再讲老人家咯吼，一下呢还有哦。科技时代也哈物价都动真铺嘞哈，因可能有动到个社群嘅网站，也讲一下因哋嘅啊智慧型嘅一个手机嘅天花哈，一蛋糕都要因往拉一掉啦哈，哎一下诶哈，有等人哦，五分钟冇去看一个直播度诶，一个有人有传统视频嘅话，佢可能都。开始紧张咧，唔知有人潜来冇？像安阳酸冇哈？像安阳嘅一种嘅情形。你啊仲系喺另外一只问题，即系讲你哈。当当然喺专门看 Line 啊、Facebook 啊，啊你都叫诶吼，佮无看做唔得。当你爱看，嘿，花太多时间去看。你啊，其实挨到精神控制就是用眼问题，你很多成瘾啦。所以像你饮酒啊，嘛该上瘾，听到。哦，所以其实你还另外一个问题，当当然是不用眼，无去读书嘛，办也咩就用眼咧。哦，为到爱看也到内容，就无去看，无去读书呀，也讲无去上班呀的。我呀，哎呦，真是懂人讲嘞，吼，都是有念头的问题。除了有念头，有的人看到几条，人达到蛋糕啊，吼，就是传达出来的一条嘅内容，
对呀，就内容来讲啊，会有影响到一般有的人的心情啊，还心理嘛。如果是买买了哈，从来滴门诊没读到，如果让人出讲，哎，佮出看到讲，哎，人家赖佮冇，人家冇老按，哎，伊在跟我们 Facebook 哈，冇老去按赞，哎，冇动动伊老去按赞，佮出心理出冇出爽。嘿，咩？哎哎，特别也小心，你冇心情，你冇烦，哎呦，佮都心情就不准。如果是这样，啊，怎么让人出？本想迄片如出用反目成仇，人为用你出这个吃豆公啊，心情无好来看，咩就会用你。好，古早一上班哈，就变成去甲看事情的角度啦吼，一个乐观的人就看到同学唔怕哈，一个小心望啊，下一班可能有哈贴片的吼，较好的信息而来老太家分享的时间，只将来看他反应系样的啦，咩唔怕嘛，反正起码有的人都要看唔爱敷衍的哈。好，也就会讲到按道理，哈上的道的，先来老英雄请朋友做一张分享，阿兄一定重要的吼，太家都讲一个，因个心情嘅寒热症嘛，即讲温度计。就有一只安阳的表，讲乜嘅？安阳你去来看，对安阳一种表，你就做得提供业务嘅，系咩要你头先讲到嘅收入真嘅问题，就安阳测量都做得啲咧，系嘛？总统，你啊，你啊，其实系台大一个李明斌教授吼，李教授佮都发展咧，你啊只心情温度计，吼，该时节，佮咩系你台大台湾咧自杀防治中心的主任，哦，所以佮都该时节讲，希望讲。用较简单的方式，简单，哎，做得来帮伊筛检出讲，哎，慢啥可能有问题，啊，伊可能某个情形，可以请心商啊，还可以接受个某个心理咨商啊，吼。从你啊用，其实啊，当简单，伊这个填都可以吼。从伊吃到讲，伊要吃到健壮嘛，吼，还可以讲伊要吃到讲，为如果你有手术针，伊会用伊。不吃，不吃会吃到健壮，啊，咪可能不吃会吃到安样啊，会。硬欠就痛了，马该事情就会硬欠。操，人为讲手就真唔咩讲，如果你喺吃到讲心情很低哈，心情唔好，用动态用嘅。不过如果你喺会发脾气，所以你啊就是你啊就是怎，你啊咩就是怎用嘅哈。啊，像如果你出去吃到讲，如果手就真出吃到病，他病唔爽，所以这个病唔爽。几个人定用暗号，几个家庭用的暗号，那几样老去比就比唔得。从麦盖都爱比，吃到麦盖都这个都。麦盖都爱比咩东辛苦呢？错。老去假比。日本黑用的哈，反正这冬虫看到会出衰问题啦哈，冬冬饮水衰嘛哈，失眠的问题哈，可能讲其他冇办法哦，堕落去哦，衰冬叫人衰，还可以讲。佮要较早起来吼，就睡睡香香样面啦吼。还讲佮睡本上系七八点钟送风雨了，啊，你还是三四点钟风雨，风雨是睡唔脱。你阿妹迄日就题目了吼，当然就是他中招，迄讲佮就想过要自杀。哦，一个风湿个哦，食少有想过爱自杀冇？一张问题呢吼，哎你有风湿就表示讲也系特别爱注重，特别爱注意。你阿好像系两分，其实就吃到有问题，然后其他会加起了。一到五加起来哈，你看你要加总分哈，邓家威讲可能五分以下慢半夜哈，六到九分，十分以上可能说一坤精神科诶，十分以上就会建议咧哈，爱去本精神科医师哈，来了去带他做一个来看下，看下自己枕头评估看呐，按按样诶来做治疗咧哈，像一个讲心情嘅温度，讲寒热症来讲啦，或者讲去量看呐哈。自己本身哦，係咪有一個生活症嘅問題？所以呢，用啲咩藥頭先，哎呀，降體高效啊，你知道個，一下自己嘅分數要幾多咯？係想聊下哦，加下轉到一個節目現場，認真來看下幾多款安用嘅做，韓國有一方面嘅問題嘅事情，安用嘅去處理，先來聊下咧。